哎，姐要回来了。那你就这点东西啊？啊，我这不净身出户吗？我这没的东西不多，就两件衣服。你裤子，你自己穿包浆啊？没事，我洗的勤，你脱，我再穿你一天，过两天我只要买一双啊。进来吧，你那屋给你收拾好了。行。这被都是给你新买的。那这么贴心的姐呀，你看这租房还给这一套业务，从你房子里扣。那普通的我还是给你刷点吧，你这玩意儿。行，那真谢谢姐了。不用谢。那我要不我躺会儿，我睡睡。啊。行。躺会儿。行，那姐那你慢点啊。有啥事你说话啊。哎，好嘞。哎我。哎，这咋了？你收拾完了吗？我收拾完了，咋了去？嗯，我想播一会儿。啊，那行，这天还亮着呢，这中呢，我上沙发待会儿去。啊，你播吧姐啊，我给你刷点衣服，我看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哥哥的保时捷好帅呀！哎呀妈呀，这刚播室友就。我是河北的。天都黑了，我的妈呀！这是进屋睡觉啊，我得呀。不行，安排上了还，哎呦我的妈呀！那我可以去等你吗？姐，那个啥，你播着呢。我天都黑了，我睡觉。我你要去，你播你的，你播你的。哦，我没有，我们家猫饿了。猫啊，对呀，我养的。行了，那我们可以去打把 PK 吗？哎呀，对面主播好有实力啊，能不能一起上一上啊？刚刚能不能再来一个保时捷啊？刚刚的保时捷是很帅呀。啊。关了哈，关了，怎么了？姐，你太能播了，这少说播没有六个点了，我这明天我真得睡觉了，姐，你不中你下了吧，你看你差多些，我给你补上呢。啊，不用，主要是我直播间一直有一个人，啊、就一个人、啊，然后一直跟我聊天，他也不走。哎呀妈，那要不既然都一个人了，不中你俩改私聊呢，姐，我主要明天上班，我真。打扰到你了是吧？没有，就那我啊，先走了。行，这抱一下姐，哎，你睡觉吧。行，姐灯帮我关一下。哦，行，晚安姐。哎妈去，这他妈关门怎么还关个风呢？哎，姐别拖啊，啥没看见啊？